毛弄，你啥搁这玩呢呀？这玩呢啊！那嘴撅大嘛高，嘴撅能甩到绿啊，自己嘚瑟，一看你高兴的屁股样，你说啊，弄啥呀？搁这？啥呀？毛弄啊！手机我拿出来！你拿手机干啥呀？我拿你手机，我看看，我跟你说啊！哎，我连一点个人隐私都没有啊！闭嘴！再有谁啊？又要搁隐私啊？我要给你手机里发现出来啥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信给你玻璃我。说你是谁啊？啊！不认识你，不认识你个人，撅着那嘴亲啥亲啊？我不是玩儿呢吗？玩儿呢，没事玩儿呢呀。啊！你不认识，撅着那鸡屁股个人，坐坐坐坐坐，亲的，亲的还怪美啊！我见了你咋？ 那不毛事儿娱乐嘞吗？又没真亲上。见你娱乐是不是？那平常叫你跟我亲的时候啊，你在哪你都不亲啊？见你我也亲的老美啊，啊咋呀？啊？那不一样不是？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他比我强。哦，不，毛他没你强。人家不一样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真是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呀！你是啊，漂亮啊吧你是啊？那人家见毛给根儿见，那人家要给根儿见咋？ 你搁那嘴上给他咬来呢啊！还搁那做糖水鞋呀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搁家里呀，你不亲上，真的不。那好，我过来。干啥呀？不是，老亲，老亲，我过来。干啥？你我过来。哎呀，然后给人们一个和平，很亲嘴的啊！我说你这女的不要过去，就我跳到这啊！我不陪了，我不亲了。那真的。 跳你！还跳老亮，跳地上啊！亮也得跳，我跟你说，你敢给我跑出去，你给我死了不？就我跳到这，十分钟过来，跳一口，十分钟过来，跳一口，听见不？啊！听见呢。大点声。听见的呀。我记住啊，我跳着。跳地上这么亮，跳地上。或者可不行，听见，跳着，万万不敢相信呐。十分钟我喊你啊。 万回，过来，时间到，该亲我了。要干啥呀？快一点，一、二。好，来呀，来呀！哎呀，我不想。啥？啊？亲不亲？我跟你说，你刚刚咋亲人家？现在就咋亲我啊？亲。哎呦，嘴我撅起来亲。 像不亲？你到底亲不亲呢？你快一点，赶紧，笑。屁股撅起来。撅嘴。你咋这么恶心？咋这么渗人？咋万回啊？你再打我，我生气了。我到底亲不亲呢？你撅嘴。呀。屁股撅起来。刚刚给人家那种姿势，我现在我那姿势啊。嗯。笑。 屁股就撅高，满回，满回，你干啥呀？我怎么跟你过？咱俩必须得离，我不跟你过。滚！你瞅，人亲的，你亲的，你怪美，你咋？真恶心，你那嘴，滚！滚！走，滚！走！不要再回来呀！我跟你说啊，给人亲的怪美，给我亲的不说啊。离婚，滚！离婚，不跟你过，滚去！